咱们男人啊，正常点，几万块钱我觉得啊，算多了吧，算多了吧。有多少人，兄弟们，有多少人自己都舍不得每一件奢侈品，自己都舍不得，对吧？去吃一顿好的，把那钱攒着，他妈给女人花。但是兄弟们，你们记着，你们就即使给他花了几万块钱，人家也觉得算个屁。不光你能花，别人也能花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钱攒起来，对自己好点。我不吹牛逼，我隔前两年啊，我自己啊，兄弟们，买那个一个假的 GUCCI 皮带，我记了好几年，我都不愿意去奢侈品店去买一条真的，一条真皮带就是5000块钱，真的，兄弟们。但是我会给女孩子去买包，就好几年前。不骗你，我跟你讲。你现在这个阶段好好挣钱，有钱了啥都有了，是吧刘慧欣？是的。有钱了什么样的女朋友没有？